故事的一切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不知不觉，我们都长大了。干嘛啦？神神秘秘的。你要不要嫁给我？你还记得？当然记得啊，我们打过勾勾哎。欠我一次求婚啊！那下次你要嫁给我？干嘛啦？不跟你讲了啦，我要去上课了。很多人听到这里都会问我，然后呢？接下来怎么样了？你怎么可以选择？你怎么可以不守承诺？如果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如果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你更应该要下载剑荡八荒，最爽的手机游戏。想要结婚三次不用等你长大，给他三次求婚三次婚礼，获得三种不同奖励，升级超快，爽度破表，玩最爽的手机游戏。哎呦，及时行动，别让甜蜜的诺言变成了遗憾，赶快下载剑荡八荒，约定三生等着你。赶快下载剑荡八荒，三次结婚三种婚礼，爱他就赶快哦！我真的觉得我今天已经坐在那边揍了。同学们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